锦绣江山如画，神州弦歌飞扬，在喜庆中华人民共和国67周年华诞的大喜日子里，我们欢聚一堂，火树银花绽放，金桂美酒飘香，让我们向祖国的生日献上最诚挚最温暖的祝福，向中华各族儿女致以节日的问候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晚给各位带来美妙音乐的是享誉国际的中国爱乐乐团，欢迎各位艺术家。今晚的合唱是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合唱团，欢迎他们。今晚的指挥是青年指挥家夏小汤先生。那么今天在我们音乐会的一开始，首先请您欣赏交响大合唱《今天是你的生日》。
山野天间长征行列，也成了千古的传奇。看天对抬起了头，看天山扬起了手，无数的人和无数的心发出了对敌的怒吼，士兵瞄准了枪口，
亮，红军都是钢铁汉，千锤百炼不怕难，雪山的
红颜笑红梅开，千里冰霜脚下踩，三九严寒何所惧，一片丹心向阳开，向阳开，红梅花儿开，朵朵放光彩，昂首怒放花万朵，香飘云天外，唤醒百花齐开放，高歌唤起迎春来，迎春来。
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，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飞腾，你迈开巨人的步伐，他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酒和山美如画，祖国建设跨骏马，我党是有工人多荣耀，头戴绿盔走天涯，红旗飘飘迎彩霞，英雄扬鞭催战马，我党是有工人多荣耀，头戴绿盔走天涯，草原历经乡，玉武神出八景堂，地下原有天晴天，祖先才是有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方圆世界是金堂，我为祖国献誓言，我疼你路经霜，阵阵花香鸟语，我更爱我的天上一层层金黄翠绿，我怎能离开这河茶山间，这河茶山间，thank you.
中有望父亲的草原，天山南北好牧场，戈壁沙滩点亮天，积雪融化灌农庄。戈壁沙滩点亮天，积雪融化灌农庄。来来来。歌唱伟大共产党，歌颂人民大团结，歌唱伟大。
2010年青海玉树的大地震，让失去了父母和亲人的孩子承受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悲痛和艰辛。6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灾区人民重建家园，孩子们在祖国的关怀下健康的成长。6年了，在孩子的心中多了一份勇敢，也多了一份感恩。今天部分来自青海玉树的地震孤儿也来到了我们现场，我们掌声欢迎他们登场。说起孩子们的身世啊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会紧紧地揪在一起。他叫拉措曲宗，在地震发生那年他才6岁多，那天早晨上早自习，突然地动山摇，地震发生了，他被埋在了废墟之中，是解放军叔叔把他救了出来。他是幸运的，但是当他回到家中的时候，家里变成了一片废墟。曾经失去了爸爸的他，在那场灾难当中又失去了妈妈还有弟弟，外婆因为过度的悲伤精神失常。孩子们的身世大都和拉措曲宗一样不尽相同，但是他们的人生冷暖党中央时刻牵挂。在爱心人士的支持下，在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帮助下，他们来到北京学习，他们克服了重重的困难，现在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。孩子们，跟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用普通话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其实你们的爸爸妈妈从未远去，他们化作了天上的星星，每当云淡风轻的时候，你们抬眼望都会在天空当中看到他们，他们在向你们眨眼睛，也在告诉你们每一个人要刻苦，要努力，要学有所成，报答爱你们的这个大家庭。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名字叫中华民族。接下来可爱的孩子们也要向祖国母亲送上一份生日祝福，祖国扎西德勒。要分离，让我
我在离别告诉你，我是怎样的爱你。世界流淌着中国美。
幸福难重庆，因为我相信沿途的黎明只为证明龙生的足印。谢谢你一路给我指引，闭上眼听心跳的声音。 Wow, no, 那是我
在中国梦的宏伟蓝图，我们描绘未来，奔向两个百年的目标，我们壮志满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，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凝心聚力，开拓创新，奋发有为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江山如画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音乐会到此结束，再次祝大家节日快乐。朋友们，再见再见再见。